毛泽东主席从莫斯科发出解放海南岛的指示，渡海作战拉开大幕。涠洲岛这个这么多船是解放海南岛先头有力的条件。12000名四野指战员，见过海的不足100人，会游泳的不到60人。渡海作战如何制胜？它是一种胜利的思想，胜利的精。如果把这个精丢了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再找能够胜利的东西。趁着月夜，战船顺风南进，直驶涠洲岛，一场血战，青史留名。2019年3月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40军119师的后代一行27人，分别从北京、黑龙江、内蒙、海南，甚至国外聚到一起，在北海国际客运港登上了游船，前往距北海银滩20多海里外的涠洲岛。当年，他们的父辈就是在这片海域乘小船横渡，解放了涠洲岛。坐的就好，站的时候比较晕。你看我们这船很大，而且还是风平浪静的。那么这船速啊、船体啊，整个现代化的程度，还有70分钟。所以当年处下就是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。今天的涠洲岛，以迷人的海岛风情，已经成为广受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岛上的红色景区，印记着这座小岛深厚的革命传统，以及原四野119师解放海南岛过程中留下的足迹。如今，119师的后代循着父辈足迹，重温往昔旋风部队的荣光。这个旋风部队呢，是国民党就是给我们的40军的一个尊称。昨天还在200公里以外，今天马上所到之处，所向披靡。作为40军的后代啊，你们还是非常自豪，我们非常自豪，非常骄傲。1949年12月1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解放了全广西。解放海南岛的战略任务随即被提上重要日程。12月18日，毛主席在莫斯科发出指示，四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，大部分剿匪另以43、40军准备攻琼阳。12月30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9师进驻北海地区，渡海作战准备工作指示也随即下达。解放海南岛对于四野119师的将士们来说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。既无空军、海军，又无渡海作战经验，更有三野金门、登不岛的失利在前。据统计，119师12000多人，见过大海的不足100人，会游泳的不足60人，会使舵的寥寥无几。解放海南时间紧迫，一旦错过4月份的季风，就只能再等几个月。战士们咬紧牙关，克服困难，不会游泳，大冬天没日没夜地往海水里泡，怕晕船，就靠荡秋千来练平衡。可唯独一件事情难以解决，那就是没有船。国民党南逃海南岛时，把大小船只统一没收，能带走的基本都带走。短时间内买不到船，也来不及造船，这仗该怎么打？有一部分是老百姓自愿捐的，有一部分也是花了钱去买的。他们就这样的东凑西凑的，可能凑了60多条船，60多只船，但是那船都不大。而且状况都非常不好，他们海训呢，就是用这些船呢。当时我爸爸就很伤脑筋。2个月下来，119师师长徐国夫硬是瘦了30多斤，满嘴长着大水泡。除了睡觉外，他整天在海边训练、活动。这一天，他突然听到一位老船工在说着关于涠洲岛的见闻。
他走到哪里都跟群众打成一片，就是大家关系都非常好。说你看看我们那个以前呢，就是被那个国民党抢去的船，都在那个涠洲岛，都被他们用大铁链子给拴起来了啊！我父亲一听呢，当时就特别高兴。徐国夫赶紧派出侦查员，两天后，侦查员带回了涠洲岛上的情报。岛上有海南岛派出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连，还有建制各异的还乡团，北海国民党政府人员总计约700多人，在涠洲湾有大小木船300多只，敌人还有海狗号和海树号2艘炮艇，担任环岛海上巡逻警戒。涠洲岛的夏后背塘至梓潼墓地段，海滩平坦，系沙底，便于登陆。徐国夫赶紧召开作战会议，提交作战计划，很快得到40军军长韩先楚的批准。3月6日傍晚7时，在白虎头地域佯装海练的356团以及加强分队1200余人，在参谋长夏克的带领下，乘坐37只战船顺风南进，直驶涠洲岛。经过7个小时的航行，船队驶进夏北塘以西地段，在火力掩护下，战士们距离岸上还有40-50米时，冒着敌人的炮火下船涉水，以迅猛之势攻占滩头阵地。3月7日凌晨3时许，我军全团登上涠洲岛，向岛纵深发起进攻。当年24岁的杨德禄，梦中被枪炮声惊醒，得知解放军来，他便去找部队，主动给他们带路。他带着解放军一个连队，一路来到南湾附近。国民党一个土包的包女包女仔啊，有一只坐喺里头企到，喺咧我就睇到佢，卜就打丢佢咧。其他嗰只下边10几日嗰只，佢就跑到南湾下边咯。个南湾以前嘅嗰啲大把嘅风帆。此时，涠洲湾口的船战也异常激烈。为了不让敌军逃跑，我军一支土炮艇与敌人炮艇海树号正面对看。在敌强我弱的较量中，我军的土炮船船身着火，船舵被打坏，桅杆被打断，战士们一面灭火一面摇桨冲向敌舰。他们负伤作战，舍生忘死，缠住敌舰，直到我军另两支土炮艇赶到。终于3支土炮艇将敌海树号围住，将敌舰打残。3月7日9时许，战斗结束。这一仗，除了海狗号炮艇此前去海南岛侥幸逃脱，涠洲岛敌军几乎被全歼。涠洲岛附近的咸阳岛也迎来了解放。解放军共俘虏敌人436名。更让将士们高兴的是，我军从敌人手里夺得船只335艘，而且基本都是2桅和3桅船，每船能装几十甚至上百人。捷报传来，军长韩先楚乐得直拍手。这些船119师留用了134只，其余201只支援了其他师。通过我这个部队，特别是119师356团加强2个连队，是吧，能独立攻下一个岛屿，这个是我们解放军的历史上，我们部队历史上是没有的，是先例。这也直接鼓舞了解放海南岛的所有部队，也增强了上至军委下到每个战士对这个信心。位于北海市的原英国领事馆是1950年119师前往海南岛作战时师部的留守处。原119师的后代几番寻找，终于找到这里。他们想照着儿时拍照的姿势再拍一张照片。这个又改了。
好，过来这样。这个是我妈妈，就是119师参谋长的那个下课的那个夫人，抱的小孩是我叫夏江南。那个这边的是黄星星，他和他妈妈，他爸爸就是当时的119师副师长黄长轩。黄星星的父亲黄长轩，在1950年4月16日指挥登陆海南岛的一次战斗中，与敌机轰炸，不幸以身殉职。黄长轩也是解放海南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。这个故地重游呢，我们都感慨良多呀。69年过去，我们都不在。涠洲岛、斜阳岛相继解放后，通往海南岛的障碍也被铲除。119师作为唯一一个全建制的登岛作战主力部队，继续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。1950年5月1日，海南岛全岛解放。条江连接起一位伟人的足迹，一座堤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。历经半个世纪，它不畏风雨，巍然矗立，铸就了一道坚固的生命线，亮丽的风景线。1958年1月7号下午，65岁的毛泽东主席在南宁畅游邕江，点燃了全国人民冬泳的热潮。这里是南宁市冬泳亭，是毛主席冬泳邕江下水的地方。我们每年都在这里畅游邕江，纪念毛主席冬泳邕江。邕江，珠江的支流。是南宁的母亲河，因为水系发达，自古邕江水患不断。从公元771年到公元1881年，史籍有记载的洪水就有20次。开埠以前，历朝历代曾多次筑堤防洪，都因滨江土薄屡建屡溃。1937年，邕宁县志记载，8月水高4丈7尺，全市被淹。一直到1972年以前，由于没有像样的防洪大堤，南宁沿岸居民饱受洪灾之苦。68年那个时候，南宁市当时已经淹没了1/3。当时的水啊，江水啊，一夜之间往上涨，那水已经漫到了朝阳广场了。我原来那个房子刚刚建了1年，一下子就涨到了2楼了。出入的话，那搞个木牌，就是68年那场大雨的损失，就超过3000多万。平时呢，每年给洪水淹呢，南宁市的1/5城市，南宁市人民呢，迫切地希望能够建一堵防洪堤来。在历经1968年、1971年两次特大洪灾后，邕江治理成为南宁城市建设的当务之急。1971年9月，南宁市正式提出报告修建大堤。同年12月31日，南宁市邕江防洪大堤修建指挥部宣告成立。经自治区批准后，邕江防洪大堤开工誓师大会于1972年1月5号在邕江北岸的民生码头召开，正式吹响了大堤建设的号角。大会上面有解放军战士，有工厂的工人、农民，还有学生。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初步设计方案呢，是704万，搞了一个能够防5到8年一遇的洪水的一个那么一个规模的工程。今年83岁的谭明岩，曾任邕江大堤修建指挥部3工区副主任。在大堤建设开工第二天，他就赶到了工地，
在那个年代，建堤是个重体力活，全靠木板车和肩挑手扛拉运水泥石头，虽然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，但大伙儿仍然干得热火朝天。百万军民同修大堤，当时南宁市才不到80万人，就是义务劳动的，带米带饭来干的，这场面非常震撼，我们想起来很感动的。所以说那时候是整个南宁市的重中之重中的工程，老百姓非常支持。邕江大堤施工建设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谭明岩突然接到了一道暂停施工的通知，曾经热闹的堤坝陷入了沉寂。为什么要停工呢？原来邕江大堤呢，第一步接机呢，从民乡码头啊到那西乡塘那边，后来才听说，不但要建好那个江堤，还要建江塘，去了保那个地区以后，还要保郊区呢，要保那个工业，也要保农业。中央呢就特别的支持广西南宁市搞防洪大堤，把它提到国家层面，所以又重新修改设计，按20年一遇来设计。最后我们那个做了这个整个的设计预算呢，是2600多万。1973年9月，邕江防洪大堤获国家水利电力部批准全面恢复施工。经过初步设计的两岸堤防总长达到了46.72公里。为了加快建堤步伐，现代化挖掘机械和装载工具开始投入到建设中。作为南宁第一台依法翻斗车的驾驶员，秦老至今记得在邕江大堤工作的情形。我在邕江大堤11年，从1977年驾驶汽车，就一直跟这个翻斗车、依法车为伴，他是我的好伙伴，他是柴油车，这个动力很足，特别是他的车短，能够在邕江大堤上联合的掉头，卸土也很方便，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运输工具了。邕江大堤从建设伊始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当时一份名为《大堤战报》的首刻油印报纸被争相传阅。梁一鸣，原邕江大堤修建指挥部上饶连连长，后被选派做宣传工作。《大堤战报》不仅是他战斗的舞台，也是邕江大堤从建设到落成的生动记录。为了把这个大堤尽快地把它建成的话呢，这需要广大的群众参与。那个领导的话，就有建议搞报纸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。开始的时候2个人，一个是南宁晚报的一个编辑，我们这个报纸是一个星期出一期，时间太紧了，一般都是晚上印报纸，白天刻老板。河堤人最喜欢看的就是大堤战报了，每天都要看，因为大堤战报它能够反映施工的速度，反映好人好事，领导的指示。经过近10年的建设，邕江防洪大堤在1981年完成了28.85公里长度，使用土方60多万立方米，劳动人工达到75万人次。谭明岩、秦守平等人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。至此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一期工程建设告一段落，新生的邕江大堤也随即担负起保卫南宁的重要使命。南宁邕江昨天超过警戒水位，今天下午水位上涨到75.5米。今天上午11点止呢，漫进这个路段的江水比昨天又上涨了近1米。4号台风影响我区，洪水形势更趋严重。2001年7月，南宁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洪水，洪峰高达77.42米，超警戒水位5米，南宁中心城区岌岌可危。为了抵御过境洪峰，全市出动10万军民，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抗洪抢险。
雍江大堤也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，在救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零一年的时候，那基本挡住了那个南京市的那个洪水了，体内基本没有什么累劳了，感到很欣慰，也感到很自豪。大堤能够起作用了，保护了我们一方的平安。南宁人治理雍江的脚步并未停止。2015年7月，南宁全面启动雍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，从防堵转型为疏通西，开启了雍江两岸防洪堤、城市快速路、市民公园三位一体成规模的堤路源建设。结合上下游水利枢纽的联合调度，雍江大堤的防洪能力从原来的20年一遇提高到了100年一遇。南宁彻底告别了水尽人退的日子。当年我挖地基的地方变成一个休闲公园了，实惠的是我们老百姓。祖国辉煌70年，雍城治水焕新颜，江堤百里风光美，如画如诗壮丽天。祖国70年来发生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雍江大堤，雍江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今天一幅全新的以雍江为轴的南宁城市空间图打开在我们的眼前，60公里的城区绿化工程，全长88公里的滩涂景观带，一江两岸18园被雍江串成一条闪亮的珠链，百里秀美雍江展示着南宁新的城市旅游名片。而雍江大堤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的建设，已经成为广西防洪效益最好的城市防洪工程。大堤和雍江组成一幅流动不息的画卷，演绎着南江水乡的善变，诉说着幸福绿城的新故事。大山野生金花茶被盗挖，不发问题，这山顶上下来带鸡呀、什么刀啊。三兄弟巡山护绿，无怨无悔。我已经巡山了20多年了，一直都是这里守护，每一天都要三五次脚山，看到它长高长大，就像自己的宝贝一样。是什么让他们选择坚守？一份坚守见证了怎样的美丽乡愁？我和我的祖国为您讲述三兄弟与金花茶的情缘。三兄弟正朝着大安山深处进发，开始一天的夜路巡山。我已经巡山了20多年了，一直都是这里守护，每一天都要三五次脚山，分6个小时，看到它长高长大，就像自己的宝贝一样。黄在杰口中的宝贝就是金花茶，素有植物界大熊猫、茶族皇后的美誉。这种1亿700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时期孕育的古老植物，基因独特，进化缓慢，至今仍保留着远古山茶树的原始特性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山茶产南方，深冬开花，红瓣黄蕊，或云亦有黄色者，这被认为是对金花茶最早文献记载。广西中药材标准第二册收录了金花茶，并认为本品为广西壮族民间草药，民间习惯带茶饮已有较长历史。这个东西移到外面去了，这个是气候不合适，生长也不好，在这里生长要好，这个阴度啊、水分啊都要非常合适才得的。
的，你不小心拨到它就被咬了。通常狡猾的盗伐者都带着刀枪进山偷盗野生金花茶，不能从皇家三兄弟眼皮底下得逞，他们就想办法趁着夜色或者台风天气进山。为了方便护林巡山，山脚下这栋两层居的楼房，皇家三兄弟和20多口人长期居住在这里。为了更好地对付盗挖者，这群从小驯养的狗狗们成了三兄弟的帮手。荒山里面是不是人藏在里面，我们可能都发现不了，那狗的闻的气味它都能发现的呢。黄在年都会加入巡山队伍，山里这间简易的铁皮房是轮班的驿站，累了巡山的工友就在房子里小睡一会儿，清醒了又继续接着新一轮的巡山。生性恬静的黄在年从小跟着家人常年累月的巡山，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。当时比现在辛苦多了，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下来了，也没有人来掏了。现在热带雨林中物种竞争异常激烈，成年野生金花茶虽然每年开花，但是结果率不到15%，即便果实落地后发芽率也只有20%。起初皇家三兄弟一直采取将种子就地野化繁育的方式，不料当大家进山查看繁育情况时，却惊讶地发现播下的种子非但没有发芽，不少种子竟然还不翼而飞。直接种在地上也可以，但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被那些老鼠啊松鼠啊吃掉的那种子的心理。从十万大山穿行而出，孕育着包括金花茶在内的近百种特有植物，这座中国南部的物种基因宝。我们的金饭碗啊，
起义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百色人民。时至今日，百色起义精神一直根植于各族人民的心中，成为这里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动力。这组雕塑，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出一首赞歌。祖国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，我为自己是中国人骄傲。百色发展越来越好，希望广西发展越来越好，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盛。我爱你中国。